佛说阿弥陀经大义。尊敬的诸位同修，诸位护法，大家早上吉祥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今天再借这个共修啊，这短短的时间，再跟大家来学习啊，《佛说阿弥陀经大义》啊。如果有讲不对的地方啊，请大家多多批评啊，我们一起在学习。最主要的，我们能够把你们的精神意志啊，能够集中在这个学习当中，我相信呢，我们大家能够得到利益。因为这一部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啊，虽然这个分量很少，但是内容啊，字字啊，都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你们的万言放下，把这个短短的时间啊，我们呐、啊。把这个精神意志集中在学习。前两天有一位沙弥尼，一个出家人尼众，他们疫情之前呢，去到处啊去访问学习，提出了一个问题啊，来问我，说啊，看到很多地方真正在修行的不多啊，每一天搞是非人我的，每天呢、啊、都在造口业的，那个确实真的很多。而是最严重的呢，那个分别心呢、啊、非常严重。为什么在一个寺庙里面会出现这个样问题？错在哪里呢？为什么人会有分别心这么重？当然啦、啊，如果分别心都没有了，你就成佛了嘛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？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啊，人为什么会有分别心？为什么呢？哦，为什么要有分别心呢、啊？用简单来讲话，我们那个这个《大乘经》里面不是有讲吗？只要你能够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能够放下，你就成佛了。而且分别心是最难的。那为什么人会有分别心？很简单，其实这个道理跟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其实如果你去思维啊、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。分别心从哪里来的？
什么原因呢？心量小嘛。很简单嘛，你的心量很小，心胸狭窄，才会出现跟人家对立，还有分别心，才会出现啊，对事、对人、对物会产生的计较。所以分别心很难修，修难在哪里？我们自己本身都没有去解悟到。这个事情很简单，心用啊，那个心量啊，太狭窄了。每一件事，看到每一次的处事待人觉悟，几乎都是跟人家计较。所以你要修分别心，不分别心，你首先把你的心量进入跟大海一样，所谓的量作沙界嘛。你的心一定要像跟阿弥陀佛一样那样，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都是跟我们是一体的。你能够这样的分析来对自己的修行，你会进步很快。再加上我们没有老师在旁边的指点，今天如果你像弥勒菩萨那种度量啊，量大福大，那事情就很简单了。所以以前呢，我的老师啊，他常常提醒我一件事，他说啊，你的心像什么？像这个拳头啊，这么大小。如果你今天要成大事，你想要成就，你每一件事情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你要把这些事情全部容纳在你的心里面，你会很难受的，你会很辛苦的。所以一定要把你的心跟大海一样，你才能够有很大的成就。你老师说的真的很有道理。我们在外面，或者我们在这个道场里面，有时候做一些服务，做一些事情，我们会遇到很多让我们很难受。所以人家问我，常常讲别人的坏话，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？这个就是有问题的人。如果他不是有问题呢，他不会这样的。批评啊，说人家的坏话，这些种种的，就是说明这个人有问题，修养有问题，德行有问题。有修养的人，他会每天讲人家的坏话吗？想要控制别人吗？不会的。所以有修跟没有修有区别。所以我的老师常常提醒我，你的心量要跟大海一样。遇到什么事情你才不会很辛苦。要不然啊，你的心像那个拳头这么大小，你走到哪里，这个你也要，这个你也计较，这个你也对立，你说你辛不辛苦啊？很辛苦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，特别是念佛法门，常常跟大家提醒，你的心一定跟阿弥陀佛要一样，你的行一定要跟阿弥陀佛是一致，你的愿一定要跟阿弥陀佛同愿。所以为什么中风果师在37念里面告诉我们，
你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你。让我们直定下来，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。今天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哦，这个问题很多哦，在修行当中啊，有时候出现这些很多问题。我们又没有老师在旁边的指点，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要不断的听经闻法？我已经跟大家讲过，你要开智慧，你首先一定要不断的听经闻法。下面会跟大家讲为什么闻法很重要。哦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走到哪里，你要把你的心量啊，就如同啊大海一样，像这个大地一样。你看这个大地，人家怎么对待他，他从来没有跟你说不。所以为什么地藏王菩萨以地这个名来取这个名字，就是说他的心量，他的愿心才会出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。所以以前我问过我的老师啊，我说师父，你以后百年后要去哪里？西方极乐世界没我的份。地狱都是我的份。哇，师父，你这个愿这个不得了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哎，这个你慢慢就了解了啦。意思是说他的心都是在众生。就是说我的心时时刻刻的就是见来以众生为本。你想一想那种心量。所以人家到现在长寿健康，你看我们师父上来不是一样吗？所以斤斤计较的人哦，你看几乎第一个福报损失了，第二短命。真的，如果不是短命的话，长寿很多病，而且障碍很多。现在看还没看得出来，时间未了，时间到的时候你就明白了。所以心量要大，心量大的人业障就消了，心量狭窄的人业障就来了。这个未修的人就不一样，所以要懂得要修哦。这个简单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，这个是一个你种的出家人，刚刚出家大概四年，到现在啊，他不想受比丘尼戒，他还在要学习啊，还没资格啊，所以谦虚啊。这个简单啊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啊，分析啊，能不能接受啊，能不能做一个我们自己的学习的参考，那就看个人了。这个是我以个人的修学来跟大家分享，量大福大啊。我们做三十七年量州杀戒啊，所以回到家里，看到一切人，看到一切物，他就是阿弥陀佛。那你把这个心量扩大了，事情容易办哦。哪怕是有时候心里难受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相信啊，我们会有很大的一种自在解脱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佛的常随弟子啊，1255人，以16位大弟子以代表。今天要介绍的呢，第九位。大家如果脚哈酸啊，可以放腿啊，不要太严肃啊，太严肃我也是也不好意思啊，
放松一点啊，这个叫做放松哦，这个放松一下啊，大家学习佛法现在啊不一样了啊，嗯。那第九位是谁呢？啊，阿难陀，这个阿难陀尊者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他在这个四家族里面，而阿难跟释迦牟尼佛是什么关系呢？这阿难尊者啊，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啊，是堂兄弟，说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，可以说啊，非常的密切。后来呢，阿难出家，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，来服务，来照顾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日常的起居，所以什么样的事情，每这个每日的生活种种的，就是阿难尊者在管理的。哦，所以我们一般讲叫做秘书。哦，现代化了哈。哦哦，这个，所以阿难尊者的福报真的很大哎！你看，能够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，出家从头一天到佛入涅槃，一生从来不离开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走到哪里，他就跟着到哪里。所以你看，福报很大哎！那佛诶，不是一般菩萨诶，无量劫以来所修学的，在印度世间成佛。所以啊，要做侍者不是那么容易，你要有很大的福报。第一个，那阿难尊者的最大的福报是什么？下面会跟大家说明。那最大的福报，如果今天没有阿难尊者，你看今天我们闻到这个净土法门，你说有没有这个机会？没有。而阿难的这个福报啊，来贡献给我们一切众生分享。所以没有福报很大的人，没有很有能力的人，要做佛的侍者那个很难。我以前认识了我们老和尚啊，我一直很想动这个妄念，这个念头，我很想做我们师父的侍者，一直动这个念头，知道吗？后来在台南啊，这个机会来了，但是后来啊，还是没有福报。很想，我不是因为要跟他去到处跑，不是，因为我很想学习，有在老师旁边，你看。特别是修这个净土，有什么事情我们会请教老师，老师在旁边的教导，我们进步很快啊。但是没有这个福报，真的没有这个福报哦。连我的老师在山上的那个94岁的，我想做他的侍者，他也不肯。哦，他喜欢习惯一个人生活了，他不习惯有侍者。啊，真的，他一个人真的很简单，日中一食，一天只有吃一餐，自己处理。哦，所以没有这个福报。啊，这个阿难尊者真的有这个福报，所以啊，一生照顾释迦牟尼佛。那在这个地方啊，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啊，在这个佛典故事里面呢，有提出了一个公案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钵。释迦牟尼佛的钵那个很重的，又很大。如果没有一个力气很大的人啊，
很辛苦啊。你看每一天释迦牟尼佛要出去托钵好远，要走一趟路好远，出去又回来，你说如果没有力气大的人行吗？很难。阿难尊者的力气很大，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的钵很大又很重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不是，他钵空的哦，很重哦。那释迦牟尼佛的钵很重啊，像我的钵，我有自己出家人的钵啊，只是这边没有机会用得到而已啊。我在印尼有用得到啊，每天吃都用那个钵吃的。啊、哦，我们出家人每个人都有这个钵，哎，那释迦牟尼佛这个钵从哪里来的？听说哈、哦，这个在这个佛典故事里面呢、啊，这个有一次释迦牟尼佛成佛啊，要出去托钵，但是没有钵，而这个被四天王，就是我们讲的四大天王。知道了，所以四大天王啊，每一个天王啊，东方天王、西方天王，每个人拿一个钵，到释迦牟尼佛的住处，哦，想要供养，但是释迦牟尼佛要平等啊。如果今天他接受东方的钵，西方天主会不高兴；如果接受西方的，哎，北方天主会不高兴，那怎么办呢？把这个四个波用那个这个神力啊，释迦牟尼用这个神力、啊、把它连在一起变成一个。虽然他天主在天界，但是那种执着的心态还有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了平等，把这个四个波连在一起，所以那个波很重啊。啊，所以师父的那个钵啊，小小的又轻啊，虽然不是轻了、啊、但是拿起来是蛮重的，但是像释迦牟尼佛那个很重的，不是一般人能够受得了、哎、一次出门好远。难阿难啊，自己本身有这个能力，他力气大，所以每天拿着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钵出去托钵，还有这个能力，你想一想，二十几年下来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的、哦、所以以后呢我可以在这边试试看拿这个钵出来看看谁要来供养啊，这样、哦哦、这个 蛮有趣的、哦哦、我们雪梨净宗协会没有遇到这个事，所以在这个佛说出家功德经里面啊，也为我们说明，一个人能够短期出家，或者他出家一天的功德有多大呢？所以我希望以后这个疫情过后哦，我们雪梨净宗协会可以来办七天、十天短期出家，女众不用剃头，男众可以剃头的。啊，受这个沙弥礼仪。啊，每天讲课听经啊，念佛啊，以这个佛说出家功德经这一部经为主。啊、师父本来还没疫情之前，师父的道场要办这一个给大人的，没想到疫情来了，因缘没有记住。以后呢，我们这边呢有因缘可以办，还是以念佛为主。哎，七天十天。很快就过了，你想一想，一天哦，功德也有多大？佛说出家功德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所以非常难的啊。这个就是阿难尊者啊，做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侍者。那现在啊，我来介绍阿难尊者这个名字是怎么取的。阿难的名字啊，它原本是古印度话，那翻成中文，阿难的意思是什么呢？
啊，他的意思啊，就是庆喜啊，庆祝的庆，欢喜的喜。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？因为啊，释迦牟尼佛成道日的那一天，而这个成道日呢，传这个信息传到这个他的家属，到这个皇宫来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，诶，正好阿难出生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，大家取他叫做阿难，意思叫做庆喜。后来出家，所以我们中国啊，有宗教有派，有分为十大派，在中国，除了禅宗啊，这些十大派宗教叫做称为什么？教下。啊，教下的初祖的祖宗是谁？那是阿难尊者啊。所以在佛法，在佛这个弟子当中，阿难尊者是表法什么？教下。所以你看那些南传的佛堂，叫泰国或者我师父的一些道场，释迦牟尼佛旁边就是谁？阿难跟谁？迦摄尊者。阿难代表什么？教下。迦摄代表什么？禅宗戒律。威仪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都有表法的。好，阿难呢就是这个表法。啊，这个简单呢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阿难的名字怎么取得来头。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，我们懂，但是有一些人不知道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堂兄弟里面，他是年纪是最老的，就是说老大。那阿难尊者呢，是排最大的，最第几的呢？最小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他的年纪啊，年纪哦，相差几岁呢？20岁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要度他出家的时候，阿难尊者提出了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对，他说，释迦牟尼佛，你曾经所讲的这些的经典我没有听过的，求佛陀重复再讲一遍，佛陀答应我出家。这释迦牟尼佛答应他哦，好，我答应你，我有时间慢慢为你说。所以阿难尊者在佛弟子当中听佛讲经最圆满的、最完整的就是他，没有一个比阿难尊者，因为佛走到哪里就跟着到哪里啊，所以在佛弟子当中，大家称为他什么？多闻第一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那什么叫做多闻第一？下面会跟大家说明。哦，所以这一段我们一定会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有一些人可能需要跟大家简单来说明。那在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的。阿难尊者啊，他的特别的专长是什么呢？而且刚好跟周利盘特165度
相反的啊。哦，大家都知道，坐立盘的注意力很差。哦，那个下根的要愚笨呢，啊，很笨的那一种。刚好相反，跟阿难尊者，大家都知道，阿难的头脑啊很棒哎，很好，而且他的记忆力，大家都知道，在佛弟子当中是排第一的，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的。佛讲经，他听一遍，永远记住，一个字也不漏掉。释迦牟尼佛怎么讲，他就怎么记录，一字也不漏掉哦，不增也不减。你想一想，这个脑像什么？像电脑录音机一样啊！哦，天底下有这种天才耶！有时候电脑会坏，有一点那个，有时候有种问题哦，故障啊，这个哦，阿难尊者不会哦，一句都不落掉。那像师父现在讲解所录起来的，录起来里面跟师父所讲的一模一样，不增也不减。阿难尊者的脑就是这个样啊。所以这个福报，这个福报不知道怎么修的，你想一想。哦，这个不是普通人呢。我们哦，每一天哦听了几十遍，不但也记不起来，常常忘记。哦，不要说别人了，听经了，有时候你看我们年龄越来越大，记忆力越来越衰，你说呢？所以有一些很重要的事哦，不能记起来哦。要写起来哇，不然的话，我的户账户口里面的数量多少也不知道，密码有多少也不知道，你说呢？哦，所以师父常常遇到一些啊，我们这个居士啊，还没人都还没走，开始写遗嘱啊，这个财产给谁？这个财产给谁？啊，有时候到我的寺庙，因为师父哦很开放，开放的意思就是说，啊，你要来找师父啊，我很容易。所以师父呢，这个礼拜天、礼拜六或者其他的时间呢，很多人有时候来找师父，有时候啊问问一些佛法，啊，所以他们知道啊，礼拜一是师父的礼拜天的时间。就是礼拜一师父不想跟人家啊见面，除非很重要的事，喜欢做自己的事。除了礼拜一，师父时间都是很多，常常跟这些人，老师啊，或者其他的一些护法啊，一些谈一些佛法，有些居士啊提出这个问题，这个遗嘱怎么样？我说啊，你们啊怎么提哈？是你们的事啊，但是师父那一份你们不要忘记。哦，这个厚脸皮啊，我这个，哎，我这个有开玩笑啦，就需要啊，需要一些放松一点啦哈，说啊这个哈，懂得布施是好啊，你今生留下这些。就是你的福报，但是你也要为你将来铺路啊！虽然你只是行善，人天福报啊，不到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但是这个布施对你来说也很重要。为什么？这个布施出去，将来会有利息，而且将来都是你的啊，几分啊，供养。交代给自己的儿女几分啊，你自己要去帮助那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也不一定到道场，
看哪一些人需要，老人院啊，孤儿院啊，哪一些人病人啊需要的，你去供养，帮助那一些人需要的，这些都是你的，所以财又懂得用，你不用一直在挤在里面，死也带不走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，以后啊，谁 来为你花呢？如果你的儿女孝顺的话，哎，不错，为你修福。那儿女不孝顺怎么办？死路一条了，死路一条了。哦，这个事情哦，我们一定要懂得布施供养。哎，真的哦，所以啊，有这个机会，所以新加坡啊，昨天有一位居士，他说要办这个佛衣，租一个地方。大概1200块的新币，我说有没有人供养？现在还没，哎，给我机会来供养吧。1200，好，我来供养，看看啊，我的钱包还有多少啊？这个里面还有供养出去，哎，给100多个人能够聚会在里面念佛，好事啊！能够减少给别人的这个压力也是好事啊。看你的能力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布施。哦，因为我们所讲的万般将不去，唯有对啊，所以能够带得走的，分秒必争；带不走的，尽量放下。好，那但是呢，不管你的头脑好还是头脑笨。我们老师父讲啊，我们师父上，只要你信心精进、老实听话、依教奉行，你都会有成就的。而最大的就是你能够听话，这个听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会有成就的。我们常常听我们师父上人讲，什么叫做听话？听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教你放下的意思。我们今天现在很多出现在哪里？关键在哪里？我们很多事情放不下呀，舍不得啊，看不破，以为这个身是我的，以为这个东西是我的，以为这些全部都是我的。其实啊，哪一件东西是你的？没有，连这个身体你都带不走，何况外面这些身外之物？你何必这么辛苦呢？啊，这个是我的，你一定要听我的。哪一件是你的？连这个道场也不是你的，所以不要去为了这个事情给自己压力辛苦。所以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的根源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执着啊！六道轮回的根就是因为你有执着。为什么有一些人到三恶道去？有什么为什么人到三善道去？执着的关系。所以从这个地方，我们师父上人常讲，你要懂得叫做老实听话。而老实听话建立在哪里？你能不能放得下？你看那个龙尼几岁成佛？8岁啊。在《法华经》有一品叫做提婆品，有为我们说明出来啊，他是怎么成佛的？他是怎么成佛的？在老师文殊师利菩萨的导下，就是他的教导。而文殊师利菩萨在龙宫，你想一想，龙是畜生道，哎，只是福报比我们好。在龙宫听文殊师利菩萨讲经，听了之后马上觉悟明白了，
觉悟了哦，明白了。什么觉悟？什么明白？就是把行门立刻成就了。他为什么会明白？什么叫做行门？行门是什么？这个佛教用词，你们大家一定要知道。行门是什么？行门的用现代化来讲，就是放下的意思。他听经听明白了，文殊师利菩萨怎么说，他听话，老实，他放下，他立刻做到了。所以《大乘经》里面跟我讲，你能够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而能够放下，你就是成佛了。道理很简单了、啊。问题现在我们比什么样的人都放不下，关键就是在这里，障碍就是在这里。眼睛看到的有没有放下？没有，看到的都是落印象，而这个印象将来变成我们的障碍。耳朵所接触的也是落印象、执着、分别、妄想，你看通通都记住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念佛，一万当中念佛的人找不到一个人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因为祖师大德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们自己关键太多东西放不下，没办法呀。哦，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。你看那个《华严经》末后，我们有看到谁？善财嘛。善财一生圆证无上菩提，就是成佛。而他得这个根本智在哪里？在哪里得根本智？文殊师利菩萨、啊、根本智的意思是什么？根本智啊，根本智的意思就是得清净心，容易懂。他得到清净心，在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教诲，他为什么会得到清净心？看破放下呀。所以有很多事我们学佛的人啊不懂啊，怎么修，所以修了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。像昨天有一位居士来找我，跟我讲很多他修行的心得的报告，但是我告诉他不要着相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，都是假的，善恶也都是假的，不要去执着这些，你的境界你就提升了。好，所以啊，从这个地方，在佛法里面说啊，无论你是上根立智、下根的，只要你真正修行，真正好好的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特别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你会成就。你要相信这个事情，我们必须要相信的。只要你真的，你正灯认真，只要你真的想要超越六道轮回往生西方净土的，你只要真的落实听话。所以有一些人跟我说，师父念佛很难啊，难在哪里呢？念佛难吗？为什么这么难得到这个利益呢？难在哪里啊？我们很多人啊，难在哪里？难在持久。他常常断续啊，一天念佛，两天休息，两天念佛，一个星期请假，你说呢？
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不是讲吗？什么叫做净念相续不假方便，智德行开，净念相续。我们常常断续啊，这一句名号是最容易的。为什么你会断续呢？因为你对这一句名号没有信心，所以没办法持久。念佛啊，是一步一步的累积，我们不是上上根的人啊，我们是下下的，我们呢一步一步的累积下来，在念佛当中常常遇到一些境界，很正常。那持久不难，难在哪里呢？难在一心。所以啊，一心其实不难，难在你自己没办法专，你没有把这句阿弥陀佛放在你的心上。像比如说你们现在在这里，人在这里，心有没有在这里？到处乱跑。你不相信吗？你想一想，你一支香，你去看看你的念头、妄念、动念，这个有多少？人在这里呀，但是要心哦，跑到哪里去了？有一些更严重的啊，比如说法师敲地钟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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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才跑回来。结束了哈，结束了哈。很多人有这种的事情啊，哦，等下想到，哎呀，外面的工作还没做完啊，这个要处理这个，处理那个，所以没办法呀。像我以前刚刚到台南，我遇到两位老菩萨，我说老菩萨，念佛怎么样？哎，很好很好。哎，忝未？累不累？啊，不累不累。哦，这么厉害哦。我说你在念佛的时候是坐着还是盘腿？他说坐着。啊，你坐着舒服吗？舒服啊。有没有睡觉？有啊。有啊。啊，念着念着睡着了。哦，难怪他说念佛很舒服。原来他是来睡觉的。哦呀，你看啊，人家地钟结束了才起来。啊，结束了哈。啊，两步了哈。啊，是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啊一定要知道，其实念佛不难，你要学专心，学专才能够达到一心。所以你看那个周立盘的，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就是因为他专心，把他的精神意志集中在扫把，集中在扫地。那我们今天的根性比他好，你能够把你的精神意志集中在这句阿弥陀佛，当要念佛的时候万缘放下，念头起来不要管它，只要你把它抓回来，专注在这句阿弥陀佛，你知道就好啊。这个念头又起来了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，哎，不要管它，你越管它又起了一个执着，哎，起来的时候你就把它拉回来，哎，专注。所以师父在念佛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拿着念珠，虽然我没有跟着念珠念，但是起头念头来的时候，我在念佛啊。有时候我跟他讲，哎，我们商量一下。哦，我知道你现在到处要跑啊，因为我们习惯了嘛，这个念头习惯了到处跑啊。但是现在我万缘放下，半个钟头我就半个钟头万缘放下，专注在这一句阿弥陀佛。把心放在这句阿弥陀佛，当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，我知道啊，你耐心一点啊，哎，我要念这句阿弥陀佛，这样沟通啊，哎，感觉不错啊，不用去理他。所以啊，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所以念佛其实不难，难在哪里？难在我们自己。所以老和尚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
他说两种人念佛的人很容易成就，哪两种人呢？时间到了啊，这个时间到了啊，这个下个星期啊，我再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哪两种人呢、念佛最容易成就的啊。今天呢、我就讲到这里啊，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啊，请大家多多批评啊，祝大家六时吉祥，老实念佛啊，同生极乐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